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想同大家介绍唐代杰出诗人，有诗圣之美誉嘅杜甫。佢嘅诗亦都被称为诗史，系诗歌嘅诗，历史嘅史。杜甫同埋李白合称李杜。虽然杜甫喺在世嘅时候名声唔及李白，但系佢过身之后，有大约1200首诗歌对中国同埋日本文学产生咗深远嘅影响。杜甫是社会派诗人，即是所写的题材都是现实主义为原则，内容非常广泛，包括政治、社会动乱、战争等等，很多都是反映唐代由盛转衰的现况。特别是当他因安史之乱而不幸被俘虏的时候，见到国破家亡而写了大量有关百姓因战事而受苦的诗，例如《春望》《月夜》等。所以读了杜甫的作品，可以了解到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和经过，因此在唐朝的人已经将它称誉为诗史了。杜甫的诗喜欢以抒情、叙事、写景的手法，再配合客观描述，令到诗词以故事本身直接去感动读者。最重要的是杜甫的写作态度非常严谨，语言精炼，形象生动，善于运用民间口语，例如《兵居行》里面的爷娘妻子走相送，牵衣顿足难倒哭，都是民间口语。杜甫诗的风格主要是沉郁顿挫，因为杜甫对世界一切的事物都非常敏感，他对卑污黑暗会指斥，对顽行霸道会愤慨，对漂泊流离会感到悲伤，对生灵涂炭会悲悯，对博施济众会赞美。到底杜甫为什么会配得上诗圣之名呢？杜甫不单只将他的所见所闻用诗歌记录下来，他还对国家充满了热爱，对受苦难的人民呼吁无限的同情。他由自己的茅屋被吹烂而想到天下穷人，渴望得到广厦千万家，庇荫天下间的穷人，他具备这种圣人的襟怀，所以又被人称为诗圣。而且杜甫的诗对世人的影响是随时间而增长的，好像大家一想起诸葛亮就会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，世人往后只要形容失败都会用上这一句。杜甫不单止在中国留名，还扬名海外。1481年，韩国已经将杜甫的诗翻译成韩文，叫做《杜诗言解》。杜甫亦是美国作家雷克斯·罗斯最喜欢的作家。我们今天特别选了杜甫一首诗给大家欣赏，还有两条题目给大家思考，麻烦老师派发。想了解更多杜甫的诗和生平，可以到图书馆借阅周石福编写的《中学生文学精选》杜甫。多谢。